然，竭力是用中国的元素做夏之城的整个设计的灵感跟来源。不管你用任何一个朝代、一个文化来讲，我觉得应该是要跟时尚是有关系的。你人终究是女人，我希望她是比较内敛一点，比较温柔一点。当然，从无中生有，然后你也没有任何的那个迹可循，那个迹都是旧的，都是一个旧的文化。可是你如果把它变成一个现代、一个时尚的人可以穿的一个服装的一个品牌，其实那个过程是蛮困难的。可是我觉得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。那你有所坚持，才能够有一个特色出来。那如果说什么东西都是很容易的，我相信也没有什么，大家都会做。那全世界的品牌没有分高低，大家都一样。所以每件事情是一定要去突破这个层层的困难，才能够